是哪里的？完全不知道。既然他是在山上玩，那他那里山一定很多。按照中国地形分析，左边是高原，右边是平原，所以一定是在高原地区。所以他在青海。哈哈哈！怒江小伙是云南的，我是云南的，云南怒江的。找出对应省份的物品，这不是很轻松吗？天价床垫当然是台湾的哦。把我的床垫还给我。200万的床垫真是闪瞎我的狗眼。三星堆面具是我们大四川的。这个香风尊，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。雪莲应该是新疆天山的吧？这不对吗？那总得是西北地区吧？香，哎，这个蒙对了。狗胶尿又是什么东西？好恶心啊！这有灭绝师太，这不是8分钟嘎一只羊的少女吗？新疆的，类似雾都，那她一定就是重庆的人均 rapper。科目三，当然是广西的喽。上某人，哒哒哒哒哒某人，搞批发，表姑在温州搞批发，温州是浙江的。在温州搞批发豆汁儿，这个是北京的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吃过，听说很难吃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地道，还剩三个，这完全不知道呀。